嗨，各位车友好，我是教士。我知道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车友都不认识我，然后他们大家共同的疑问就是，为什么我都戴着安全帽不愿意露脸？其实不愿意露脸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选择，或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用真面目来面对大家，因为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良辰吉时，才能把最真的自己给介绍给大家。那总觉得到今天好像也到了那个适合的时刻了，所以我决定就在这边看大家公布我的真面目，把我的安全帽拿下。OK， 那就来吧。OK， 公布真面目了。OK， 没有错，这个就是教室我本人的真面目，终于让你们如愿看到我的真面目了吧？其实我戴着这顶咖啡底只是一个伪装，真面目呢，其实就是 Sharp 派过来的卧底。OK， 大家也可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真正的我。没错，我就戴着Sharp安全帽。感谢各位，那也希望之后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频道。OK， 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